嗱，為咗方便大家理解我哋提出嘅修訂案嘅內容咧，我喺呢度嘗試即係逐條讀一次俾大家，啊，等你大家專注一下，就唔好做埋第啲無謂嘢，係嘛？所以你大家放心，只要我慢慢講，又有水飲，上面又不斷供給啲啊，即係深茶啊，啲菊花茶俾我飲咧，我絕對可以同你談志願咧，陪你喺度15日嘅，啊局長啊，《條例草案》嘅1(2)條提出嘅修訂案咧，個條文原本係咁嘅，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之時起實施。主席，你讀中文係嘛？你英文又好，中文又好，你睇下呢啲咁嘅條文嘅內容，你都想死啦咋係嘛？我咧就教咗10多年書，我又做過採訪主任，又做過編輯，又寫過社論，我係成日改人啲文嘅。我一見到呢一行咁嘅字，類似呢啲咁咧，嗰個學生就一定俾我鬧到狗血淋頭。嗰個記者多數咧，如果佢次次都係咁咧，就炒佢魷魚嘅機會咧極高。第18項，我用普通話讀啦嚇，轉下啲聲，大家冇咁悶。在中文文本中刪去自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2012年开始之时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温家宝总理讲说话唔系正常嘅节奏，王国兴议员，你係咪對於温家寶總理即係講嘢嗰個節奏好反感呢？啊，我頭先講嘢快過温家寶好多啦，大佬，好啦，我試下温家寶嘅版本俾你睇啊。第20、19項。